是真正意义上的初雪。上次吃酸菜煎肉那次呢，雪下的一点不大，还有地方没下。花二，啊啊！好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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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凉。听说初雪会告白成功哦。看着我，好想吃一点关东煮啊！小黑，我们吃关东煮好不好呀？我是花二。上一次吃酸菜煎肉的时候呢，飘的是毛毛雪，不能算作初雪。这次呢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初雪。初雪呢，最适合告白了呢。初雪呢，我觉得最适合吃关东煮，所以今天我就要吃热气腾腾的关东煮。不知道大家吃关东煮爱吃什么？我准备的都是我爱吃的大萝卜。我超爱吃这个关东煮里的大萝卜，就是吃多了会比较爱放屁，这一点有点不太好。名人卷、魔芋结，我超爱吃这个。魔芋块，这个是大豆腐，这个是干豆腐。我为什么买这两个呢？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卖炸豆腐的，我得自己做福袋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我准备了一些丸子，丸子可以蛋年糕作为福袋的内馅。如果我用这个老豆腐自己炸没做成的话，我就打算用这个干豆腐皮了。留一手鸡脆骨、章鱼烧、甜不辣、龙虾丸、黄金包馅鱿鱼卷、北极翅、鱼芙蓉、海鲜棒棒糖、竹轮，还有这三个我不认识的，准备开做。下昆布，小火慢泡它30分钟，让它泡开。哇，这个味道好香哦！加木鱼花。准备开始炸豆腐。其实我刚才自己偷摸试炸了一下，看，这个是我炸的，里面那个豆腐还没有怎么挖空，感觉应该差不多可以用。哦对，自己在家做这个炸豆腐的时候呢，这个豆腐一定不能切得太薄，不然就会炸成这个样子。看，这个就成功了，让里面的这个豆腐刮出来一些，轻轻锵，完成。这个包失败了，看这个后面不露出来了。这个我应该怎么给它系上呢？呀呀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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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千辛万苦我终于成功一个。这个里面包的是那个年糕，我用了牙签，用了这个竹轮，都是封不上口，失败了。后来我用我这个聪明的小脑瓜灵机一动，我有昆布啊，我可以给它打结啊，然后就成功了。但是还得要一个牙签来定型。再试一个哦，小丸子，这个也成功了，拿一层给它固定上。OK， 刚才随手拿干豆腐做了一个，因为上面有写个福字，这个是不是好看？这里面有两个年糕，那顺便把这个昆布给打上结。咦，终于到我的这个大萝卜，用这个刮刀把这个萝卜根修剪成圆形。放一点点味淋，我的关东煮好了，哈哈，好香啊，感觉就像是便利店卖的那个关东煮的味道，我好棒棒的，呵呵，我要开动了。后面有小黑，看到了吗？一坨黑丝不都看不到。看这个萝卜，汁水都已经渗进去了，那种感觉。我太爱吃关东煮里这个萝卜了，清甜可口，软而不辣，高级的萝卜的味道。魔芋结，我习惯吃之前再把这个结蘸一下汤，连汤一起吸溜进去。就魔芋结这么连汤带料一起吃，好吃哦。章鱼烧，里面吸的全是汁儿，哎，都软烂软烂了，都能吸出来汁儿，不错啊。海鲜棒棒糖，这个要比刚才那个章鱼烧好吃一点，比那个章鱼烧呢多了一点点甜味儿。北极翅，不错啊，是那个味儿啊。
很嫩。尝一下这个名人卷，没有什么太多的特殊的味道，就是普普通通鱼丸的味道，但是嚼起来蛮冻冻的，甜不辣。是甜不辣那味道。我感觉这些丸子类的呢，已经吸饱了那个汁儿，在它原本就不错的那个味道上又加了一层鲜甜。其实这些丸子我感觉清汤煮也应该会很不错，来一个撒尿牛丸，里面的汁儿没了，这应该是撒出去了。这个竹轮煮完之后整整大了一整圈呢。这比较发鲜味，跟那个海鲜棒棒糖味道比较像。香菇我超级爱吃这种就是吸满了汁儿的香菇，特别厚实，特别 Q 弹的口感，一咬开就汁水都呲出来那种感觉。我的福袋去哪里了呀？都散了啊！看我这个花儿牌福袋都散开露底儿了，这个也散开了，就没有好生生的吗？这个还可以，尝一下这个菜里面是什么啊？年糕，看，我感觉这个炸豆腐好好吃哦。炸豆腐皮呢，吸了好多好多的汁儿，一咬开就爆汁儿哎。尝一下昆布，昆布还是原来海带的味道哦，没有太多这个汤汁的味道。翡翠龙虾风味丸，它这个丸子叫的名就是太花里胡哨了耶。这个丸子好吃哎，这个是那种咸甜咸甜的，而且还很嫩。哎，咦，想吃这个吗？哎呀，你看我一眼干啥？他拽走了。哎，浪费给我浪费粮食了。哎，你挨我怎么样？还跟我骂骂咧咧的走了。小黑居然还敢跟我骂骂咧咧的走，一会儿挨打。这个鱼芙蓉煮的就剩一个了，这个里面有一股虾味，黄金包馅鱿鱼卷。这个的包馅让我想起来肉包子，墨鱼丸。墨鱼丸好吃，是我喜欢的味道。不知道为什么东北的冬天就是想多吃一点热乎的，好像是哪里的冬天都爱吃热乎的。萝卜太好吃了，我爱吃关东煮里的萝卜了。我看资料说是这个关东煮呢还有助于减肥，他吃的呢选择的量多，还带汤汁，卡路里也不高。你这么一想想的话，冬天吃关东煮绝对是最佳选择。来插一个墨鱼块，非常的弹牙。我们开始炫吃模式。吃的好饱呀。果然冬天对这种咕嘟咕嘟热乎的东西难以抗拒。我觉得这些签子还可以再利用一下，回头自己在家做串串香的时候可以用。好啦，我是花儿，喜欢我花记得关注呀，还有把我三连呐。哦对了，祝大家初学告白成功呐。